对，你就坐这边。好。对，然后接下来在整个的这个整个的比赛的过程，就是他们是在接下来盲配的过程里面，我就会问你们意见嘛。他们唱完，你们会给一些评价，然后问问看，你觉得他们未来在一起会不会有火花，要不要在一起？而且其他你应该孙楠你也很熟嘛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可能除了新人之外，是的。郑云龙你不是那么熟。不认识，啊、对对，会第一次见到他、啊，很帅，哦是吗？啊，很帅，帅哥大家都喜欢，对对对，对对对对，啊啊，太好了，帅哥美女，对对，明天真的帅哥美女场，哇哦，对 ，OK， 啊，太棒了，好，期待期待，好，好的，好嘞，那我们对就排完了，排完了，啊、对。